经八年春，公至自会。夏六月，公子遂如期至皇乃父，心巳有事于大庙，众遂卒于垂。壬午，游邑万入，去月，戊子，夫人迎侍薨。晋师白狄伐秦，楚人面书了。秋七月甲子，日有食之。季冬十月己丑，葬我小君敬营。雨不克葬，庚寅日中而克葬，成平阳。楚师伐陈，传八年春，白狄及晋平。夏会晋伐秦，晋人获秦牒，杀诸将士。六日而苏，有事于大庙，相众卒而议，非礼也。楚为众书叛，故伐书了，灭之。楚子将之，及华瑞，蒙武，月而还。晋虚客有古籍，系缺为政。秋，废虚客，使赵朔左下军。冬，葬敬营。汉，无马，使用革服。禹，不克葬，礼也。礼，补葬。先远日，辟不怀也。成平阳，书，时也。陈及晋平，楚师伐陈，取城而还。